我准备搞大动作了，我还把府主的房子给他套了。府主做了半天在家，让府主大发雷霆，把他们家全套了。那我府主家有几百个神，几百个神，来封我号无所谓。府主现在没上线啊，府主家也不行，老子直接洗神，直接招神，我操，给他踏平。府主的家里面都是顶级的神装，都是那种充钱才能拿到的。我来了啊，准备那个机器人，还有软泥，哎，有点卡，高，高了，我告诉你，远离，远离我，狗日的东西，废物，给他发了。这个动静比放多大呀？哇！看好，够日子！这不是女子潮吗？这不是？我来了啊！够日子！一脚，不着急，擦了一点是吧？一脚，哎呀！我操！你他妈舒不舒服？掉包了吧？等一下，姐，看什么东西？来一脚，再来一脚。哇，全塌了！啊，还有一点地基。啊哈，他的脚在那站着。全部震碎。还有再来一脚，还有个地基，全部给他擦完。等一下，全部给他擦完，再来一脚。没了，好了，我把府主踩死了吗？我把府主踩死了，我操！地图别踩啊！那不玩了，一会儿封我来，封我吗？来搞我！那个睡神的过来了，保护一下土豆。没包了。没包。不掉包了吗？刚才消失的特别快，不准备我弄死了。他在看呢，看这老外，他觉得我凉了。来抡死了，来抡死了。这老外惊呆了。我操！看到没有？看到没？他完全就不会打架，他就是装备。你看到没？他就是一直说，就没事儿。他妈什么鬼？队友全死了。哦，凉了。好吧，明天再玩吧，去玩海盗去了。府主凉了，我也凉了，我马上要被封号了。